然后那只手你知道他没放在外面，我说够吧，画老难看的，我说那就够这只吧。你不是擦脸吗？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在这边装上去，啪把被掀开了，我啪把手机扔下，我都睁开眼了，我一手这儿扔地上。我这样可以吧，就是给他擦手，把手擦破皮，然后我都不跟你较劲了。好，你说啥都行。好了，都听你。你们都让你摸着我手，我跟你说。来吧。